好吃的鸡胗咱就做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坤子，几天没更新，我也阳过了，你们现在怎么样？是阳康了还是还没阳呢？我还行，症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严重，反正也不老好受，一家子全阳，我这刚好点。困毛现在都已经转阴了，还是小孩体质好，还恢复快。也好几天没录视频了，咱今天做个鸡胗，把鸡胗洗净。鸡胗洗净后，给它改下刀。切好的鸡胗放个盆里，然后放入姜、葱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、盐，给它抓拌一下，然后腌半个小时。准备锅，锅里倒油，油热后把鸡胗下锅炸，葱和姜末挑出来，一块搁里炸的，炸至金黄色。关火老虎，再准备干净的锅，倒了一点油，不用太多，倒一点就行。把鸡胗倒里，倒了一点烧烤蘸料，倒了一点白芝麻，倒了一点孜然泥，我就不放辣椒面了，都还没好利索，不能吃辣的。翻炒一下，关火出锅。